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本期视频是《塞尔达天空之剑》的一个演示，用的模拟器是玉珠的最新版，然后设备是 GPD Win 3。模拟器教程和这个资源我会放在评论区。我操，林克的眼睛怎么这么吓人啊！我的天哪，死鱼说应该就这种情况吧。再来看一下这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！那这个档位啊，这个是中高性能的，也就是普通掌机关瑞平的一个效果。这边是用月牙杆砍下去啊，剑术大师林克。感觉玉珠玩这个是完全没有压力啊，是相当好的一个完美模拟啊。就贴图上可能有点问题，但是游戏流畅度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不管城镇还是之后的测试，都没有出现一个掉鱼低到60帧的一个情况啊。也就是绝大部分电脑都可以玩。马上好了，
是不是那个松树上的？